这是我们新加坡卫生间。你好，先生你好。从哪消费了？对，消费。对，香兰的肝功正常了。岁数还好吗？肝功正常。肝功正常了。啊，现在就是长了4公斤。太过是。从你上次看到现在长了4公斤。奇迹，第一次看到那天吗？刚来。不是奇迹，我这病人都这样。哎，你怎么长这了？好啊，小心。哦。绝活都喝水。对。呀，走到街上也没人说你是病人，我现在对。 真的没看到，看到了，没看到了，是看到了。哦，6月前，而且你看的是做引流以后的，全程是黄的，眼球是黄的，黄的指数是几百。所以他们来就是投资的，想赶快把生意收起来，做起来。所以我说做完这以后就先往那更大。啊，的确。他在美国，在美国的前期后期都有。本来是想到中国来灌肝。哦。哎，结果呢？我让他跑偏了。要等多久？ 两个月，长了4公斤，来日黄疸，黄的非常快。我那个大舅他也等着那个。对对对。等着T恤啊，我哥哥。那何明清啊。对，我就我哥哥在。何明清跟你是亲戚。啊，他是我哥哥。亲哥呀。亲哥。对，我就他昨天才问，我就黄院长，哪一天可以用啊？这你是哪里人？台湾。台湾在美国。哦。 这里面都是台湾人，台湾去美国也台湾，到美国去的。对，LA，去LA。你看他的嘴，我在Oregon，Oregon，Oregon，都去了。当时来这儿唱买的，人家黄奶奶是最印象的吗？那你怎样会认识王博士？我哥哥他在这边治疗，都是病人传病人。哦，对对对，这口碑，他哥哥治的也很好。嗯，美国医师都不治，所以。 稍微我来英国，病人咨询，我当翻译。哎呀，翻译特他俩了。那当然了，那没办法，医疗的。太棒了。我把这信息让更多的病人来解愁命来。对对。我最近博客看没看？我最近又写了几篇。哦，我找那个没找到你。你写你写上王斌医生，别看我名片上没有。哦。你错了，那个你就只要查上王斌医生博客就出来了。你看的是新浪博客。 哦，对呀，可以，多是旧的。哎呦，我最近洗了很多新的，你看看，非常很有意思，你看一下。好吧。而且因为要打穿的比较舒服的。他刚来时的眼睛黄的比这个衬衫还要黄。真的哦。非常黄，非常黄，非常黄。皮肤全黄，你看皮肤。哇，那你从那个美国飞到这边的不是很远？啊，好远。全部整上。而且一整天。对呀。哎呦，值得来呀。值得来啊。 好，谢谢。嗯，所以他现在还要再做吗？他已经肝已经。我其实明天要给他再做一次，然后呢，下步就等着生物治疗。啊。没问题，循序渐进，慢慢来。那以后。你看我最近写的。提醒。啊。对对对对。嗯。那你回去呢？要去美国那边给那个医生看。对对对对对。哎，我还在。我让你看什么呀？也许在那边呢，他还可以做一个访问，让你把这边的医术发扬光大。对对对。嗯。很好，很好，恭喜你。恭喜你。谢谢。嗯。